就是我昨天把两个结构都就是 out 跑完之后，做就是转成 data，基本上看起来都蛮稳定的。那我把它说说。间接吗？这边都看不到对了。啊，主页是放啊。可以，主页是放。需要选。好，这个我调一下它的。所以上下层也有有上下层就这个，这是一个 unit sale 的。那如果 run VCNB 很快吗？如果很快的话，那你看是不是可以二乘二啊？你说吧，二乘二乘一，二乘二乘一，所以力指数很多嘛？这个只有十，看一下，18颗，这个18颗，对，就是。拿去做 VCVS 的颗数是18颗，对，要把它做这 super 个 sale 吗？周期就是这两片这样子一直重复嘛，是不是？对，然后有加范德瓦利。有就是算 VS 有加范德瓦，可 OK，以开运的。好，它烧完变 VCND 啊。好，对，我加范德瓦，对。好，可以，VCND 弄完就赶快 learning 一下。那我是只有这两个结构做 VCND，还是我要其他的都一就起是烧。其他有只要是那个缝隙对结对构的，对我都拿去做 RES 之后再 ND，就是一样重复现在这个过程，就对。对。是两层 RES，然后 ND 好，那温度一样。不是说虹吸，其他是单层的。对，单层就单层啦。对。那如果我找到论文里面有，就是他有去做过双层的，我就一样都拿去做，需要吗？你真的查到那个文件，不是它只有办法把那两种变成双层，其他都它都没有提到。双层的，我记得我有看到，好像还有其他种。他是。上次讲的那个单层的是确定有单层的，我印象中好像有把那个拿去做双层，就是他有单层有双层。好啊，如果在那边没有的，如果其他片对，有我找双层，到。对，那单层的需要做吗？也要，单层也要，单层要好。对。反正我知道就是缝隙相关。那我非缝隙结构的，我就都先不动了，我就先只做缝隙这个结构就好。你先 machine learning 看一下你那虹吸做出来的机器学习智能到底稳不稳定？好，那我之后拿去做 VCND。